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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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比丘，各位沙弥，各位敬人，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居士，大家好。我们现在上天台入门卷三。好，那么现在上到了这个慧思大师的思想。慧思大师思想呢，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提到了他特尊法华，那么呢，在尤其我们证明了这件事情呢，我们呢引了三段文，第一中的第二段的根二的地方是安乐行义，就是《法华经》安乐行义这部书里头呢的开首的地方，他就这么说了：法华经者，大乘顿觉，无私自悟，即成佛道。那么一切世间难信法门。这一切世间难信法门呢，这个难信呢，要这么讲，要真的讲起来的话，有两种难信，一种是修德的难信，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功德利益的难信，有两种难信。修德的难信呢，就是指法华。就在几年前，三年前吧，那个九华山还是哪个山呢？有一个老和尚。他呢，一生是诵《法华经》，外加《金刚经》这样子，《般若经》这样子。那么呢，往生之后呢，就火化吧。哎，化完了，那舌头不坏，那个打起来像这个鸠摩罗什那个舌根一样，干嘛？锵锵锵，像金子一样。你看看，是这样，就只是三年前的事而已，就三年前而已，所以这是修德的难信。他能够无私自悟，顿悟成佛，难信之法，这么妙啊！不过这个也不能像日本人信的这样，他干脆连《法华经》都得嫌麻烦，他念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念什么？南无妙法莲华经，你得念经题而已，什么都多了，什么都是多出来的。念南无妙法莲华经，而且呢，还怎么样？还建立部队、军队。他说啊，那个禅宗根本就是魔，净土宗是多余的废物，然后那个什么密宗呢也是魔，那干嘛？只有那个法华为第一，法华能救国，法华能够让世界和平，法华能如何如何？那如果不这样的话，都是魔法，弄得那样也不，这也把法华给弄错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法华经》也不至于弄成那样，对不对？那好 ，OK。那么这个，所以说那个这个难信之法是第一种，这叫修德的难信。第二种是功德的难信，就是所谓的利益的难信。什么是利益的难信呢？《阿弥陀经》上说。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什么利益的难信？干嘛？诸阿弥陀发的本愿，利益到众生身上，竟然怎么样？乃至一日若七日，乃至一日，那么一念信入，临终正愿现前，决定往生，累劫的轮回，生死一切业障当下尽消。这个利益的难信也是难信之法。那么也咱们要是能够信这世间两种难信之法，是名上根之人。你要知道啊，我们信法华又怎么样，又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不是最妙的吗？对不对？ OK， 就是一切世间难信法门是这样讲的啊，有两种啊。刚好很有意思的是，法华经其实是什么是广大法门中的难信，那么净土宗是特异法门中的难信，
所以说《法华经》能够融摄《弥陀经》，是能够这样子的。你要知道，这样当下一念能够顿悟成佛，那么往生极乐也是当下一念往生，意思一样。那么最后他接下去一段话：凡是一切心学菩萨，咱们就是心学菩萨，对不对？那么欲求大乘，我们求不求大乘呢？我们求。那么想要超越一切诸菩萨，我来变下紧哦。咱发心修咧比人较慢哦，但是咱安怎车也坐不到，车子坐对了。有人就怎么样，急急忙忙上路了，对吧？拉了一台什么呢？俊琛买的那种脚踏车，他就开始什么往前冲。那冲了三天三夜，不过冲到丰原而已，是不是这样？那你要搞对的话，怎么样？买了一个直达的什么呢？国光号。那你慢吞吞的出门，那么呢，只要你搭上车子，咻一下子就在马路旁边看到俊琛在那里踩着蛋，踩着什么？多两关，少两关呢？啊，就拜拜，我走啦。干嘛？只要你搞对就对了，是不是？路搞对就对了。啊，所以说这个超越一切诸菩萨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怎么没可能？你不敢承担那个如来藏性，你怎么修你就跟佛性相隔，听我意思不？你不敢承担佛性，你怎么修就是跟佛性相隔碍。相隔碍，那么呢，就好像说你不去读大学，你一直在外面猛 K 大学教科书 ，KK 你还不是大学是毕业生，你永远还不是，你没入门嘛，是不是？你就算读过他们那些书，还是没入门。谁？法华经上不是说吗？舍利佛啊，目犍连、大迦摄，他们都在般若会上，都佛陀点名叫他讲般若经。他也讲啊，因为公花最高传播，哥哥还是小乘人，对吧？他能讲解大乘经典，竟然还是小乘人，你想这什么意思？他不承担嘛？法并不是说他不能学呀、啊，他不承担，他就不能证入，啥意思？所以说，众生发心当下入佛位，固然这是讲正经正悟的内容，但是讲到很平常的话来讲的话。其实你一承担了，你就有机会；你不承担，你门儿都没有。修了个半天，门儿都没有，你搭错车嘛，是不是？所以你能够超越一切菩萨，为什么？有些菩萨就是声闻菩萨，声闻的人，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全教菩萨，他不可能喝担。那怎么和承担呢？禅宗讲要先开悟，后修行；天台宗也是讲大开圆解之后起修，样样都好修。是，头还起起啊，还是要这样？哎、啊，怎么起修？起修并不是说等着啊，那这样就要大开圆解，那我等着大开圆解吧。等，大开圆解，大开圆解，赶快大开圆解，不是这样。你要去补能啊，还补能？那个小鸡出来是一刹那，咚就出来啊。但是你要没补，又不会出来。你不去孵，它永远出不来。所以你要去学的去敷敷这什么？现在开始持戒啊，念佛啊，听经闻法呀、啊，将来怎么样服务大众啊，或者入山进修啊，都可以。但是不要一个人啊，一个人一定懈怠，几个人几群，或者回到你常住去啊。有的常住跟我宣称，有同学跟我宣称他常住很好、哦，主任你过年要来我们那里看一看啊、哦。我说为什么？我们禅宗后面的好高好近哦，都是男众住耶。还引诱主任去他那边，很好啊，我有空我去看一看，是不是？那这样可以。可是共住在那里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嘛，对不对？只会吃饭饿死而已，这样不行的呀，还要修行啊，对不对？不是说一群男众住在那里。这样的，那这样是生烦恼也不可以，哎，要修行。这样，那如果能这样子的话呢，修对了啊，就这样子来修。所以要这样子啊，修修修修修，哎，能不哎，谁啊？哪一天哎，一元解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叫真修行。在此之前就在找门路，
寻求开悟之路，懂吗？所以持戒修定都是在寻求开悟之路，爱开悟了开始修了，那叫悟后起修啊，是这样子。各位，所以现在咱们指针叫做什么呢？少分的道人，悟前修行的道人，悟后修那才真道人。现在还是释迦佛的义子，义子而已，还不是真子，懂吗？开悟了啊，原来我跟释迦佛一样啊，他是我爹，弄了半天狗会叫了，猫会跳，嘿，这个总算知道了。那个时候才是什么释迦佛的真子，这样知道吧？啊，咱们还不是义子而已啊，听听，所以说不要功高啊，不要功高。随时要惭愧，那么这样子来修学，这才是超越一切诸菩萨，喝淡那个真如来藏思想，如来藏喝淡。那么呢，需要怎么样集成佛道，能够集成佛道。不过要怎么样，要需持戒忍辱精进勤修禅定，这就是持戒忍辱，这就是六度，这是六度波罗蜜。忍持戒忍辱布施精进禅定，啊，还有般若，这里头一禅定一个，啊，精进一个，般若忍辱持戒，那般若没讲，还有一个什么都没讲，布施没讲，喂，你知道为什么？他忘了写的，不是，那什么原因？出家人哈，布施法门哈。是在得法之后才以法布施为罪，那所以说他不特重布施，这第一。其实他也有做布施啊，他布施经法，他后来他写大愿文愿文的时候，是因为怎么样？精致啊，我再把答案讲出来，这是考题啊。然后好，那么好，这第一个。第二个，那般若为什么不讲？那是自然会得的嘛，未来要得的嘛。对不对？那是果地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真修里头是四样：持戒忍辱，还有什么精进补禅定。那布施，我是说出家人怎么样少修嘛？其实还是可以修啦，就讲经说法给人家听嘛。但是他那时候不注重这个，最主要是什么？因为你还没悟道嘛，讲经说法就是随缘就好了，是这样的意思，这样懂吗？所以他这样其实在讲六度了，懂吗？啊，其实是在讲六度。是这样子，好 ，OK， 啊，那么呢，专心勤学法华三昧，哎，是不错哦。现在开始有很多单位都在拜法华三昧喽，你们拜不拜啊？蒙个面拢亮，真的，托恁家实在真歹托。好了，那么就这回事儿。那么学法华三昧啊，至于法华三昧怎么样，那以后我们再谈啊。好，那么这是第二段文这么引的。第三段文呢是这么，止观大义又这么说。止观大义是湛然大师写的。湛然大师什么时代的人？拜托你啦，我嘛小可知影者。什么时代？宋朝、东朝，嘿，对了，东朝，嘿，对了。唐朝的人啊，唐朝的人还是盛唐时代。那么呢，金家教门他解释啊，他解释，他说我金家教门就是我们天台宗啊，天台宗以龙树为始祖，慧文淡烈内观四听而已，是什么意思啊？内观就是什么一心三观，他以这个核心而已。那么四听而已，就是说让大家理解而已。并没有深刻的演述，叫做视听而已，能视能听，就提出这个名目而已，懂意思吧？啊，这样子，内观的名目而已，但列内观视听而已，就是但列出的内观禅法的什么呢？的名目而已，比如一心三观怎么修啊？他稍微讲一下而已。那薄乎南岳天台是指谁呀？薄乎是什么意思？哦，这样子啊，那是几乎啊，对对对，那几乎是什么意思啊？直下继承的意思，对了啊，就是到了谁继承到了谁的意思啊。
继承到了谁的意思。那么呢，到了南岳，南岳是指谁？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谁？慧思大师。天台谁？谁？智者。他们都用三名，三而名，三来名字，南岳跟天台。那么呢，复因法华三昧发陀罗尼，开拓一门观法周备。复因就是几乎南岳天台才因为他们都证得了法华三昧，一个是证得法华三昧，一个是法华三昧前方便发陀罗尼总持。谁证得法华三昧？慧思大师。那谁发陀罗尼？天台大师。对啦，这个发的陀罗尼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啊，是这样子啊，那么这样，然后呢，发的陀罗尼就总持啊，所以他能够讲经说法呢，辩才无碍。那么呢，还有开拓了义门。其实开拓义门最早已经慧思大师已经在开拓了啊，显然已经在开拓。慧文大师完全没有著作留下来，他连传记都看不到，是这样子啊，只有慧思大师开始有。那么多著作，那么呢，那么天台大师也这样开拓义门，所以观法就到了天台大师观法完全准备起来了，这个也是一定的，对不对？当师父的人就是把重点讲一讲啊，徒弟就开始修了。那么修到天台大师的时候，的环境更复杂，那么呢，那个思想呢更冲击更大。所以智者大师必须要建构一个很庞大完整，而且能够收摄当时叛教思想为一个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体系，大家才会服。那是时代促成他这样。那你说时代促成他这样，那是不是就是天台教法就没有今天这个时代就没有价值？错了。你要知道时代是诱因，可是成就的教法却是亘古弥新的。就好像说释迦佛呢立什么偷五元呢、啊、就是现在他们是一个袈裟的价钱为犯众。那为什么是当时定五元你知道吗？是因为当时皇帝当时国王哈、啊、定他们国家的法令，偷超过五块钱以上的话就是重罪死罪。印度人很注重偷窃这条罪，据说到现在还这样，抓到还偷人家东西，抓到还要砍手，哦，是这样。那么据说曾经英国时代废止过，但现在好像又恢复了，还是怎么样？好，很严格。那么就有人这么讲，哎，那个是佛陀当时这样子，时代这样，错了。佛陀是大智者，他会运用时代而设立一个什么永远不变的一个诸佛共通的法则，但是呢，他也不能莫名其妙就设。他要等待什么因缘成熟他才设，但设了之后他就永远这样。为什么？他佛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佛是正遍知，他早就知道他应该要立什么戒给众生，可是他要等待因缘，懂意思吧？就好像爸爸很有经验的爸爸呢，他看儿子马上就交这个女朋友一定要失败，因为两个人年轻人不合，可他不讲，要等到什么两个人小两口已经搞不拢了，他爸爸才讲话。这个时候儿子还听得进去啊，啊对，我们那爹讲的有道理，这查某囡仔未使搞袂定，啊呢，啊你都知道，是懂这道理吗？所以说啊，这个当时智者大师跟天台智者大师为什么会南岳大师就是慧思大师没有建立这么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却是天台大师建立呢？师父没建立，徒弟建立。那是因为因缘啊，这样你就了解了。OK， 所以止观大义这么说到，开拓义门啊，开拓义门。好，那么这个是这样子哈。那么接下来己二，第二个思想特质是什么呢？是继承什么龙树及慧文大师之思想，重视般若之理解啊与体证，如发愿文中。是怎么样照金字般若经并怎么样刮胡，那是般若经，那是他愿文里头内容。愿于当来弥勒世尊出心于世，
普为一切无量众生说是般若波罗蜜，愿于当来弥勒世尊出世出心于世的时候呢，普为一切无量众生说是般若波罗蜜。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第一，他在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他就决定要来了，他再来，在这之前有没有来不来呢？你们就看他的问文你就知道，这是我考试的题目，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说，你看他第一，他总而言之，弥勒菩萨出现的时候，他就要他要出现，而且他要为谁？他几乎要超过弥勒菩萨。他说他普为一切无量众生说是般若波罗蜜经。换句话说，弥勒菩萨出心于世讲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他要再跟着再讲，而且要对谁讲？对无量的众生讲。一般人不敢发这种愿，对无量众生发愿，一般人是不太敢。所以这种人是见性的人，他才敢这样发愿啊。好，这首先他就证明，所以我们证明说他很注重讲般若经啊。他虽然是法华经开悟，可是他非常注重般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法华在般若之后，是以般若呢为基本前提的。所以要理解，真正理解法华，就以理论来谈的话，还真得要先知道一些般若。那你不能看大般若经，起码嘛心经看什么经？金刚经，这两部般若系统的经，你一定要怎么样？熟读、深思、明辨，懂吧？啊，我个人确实是这样。我去理解法华经，我是透过这两部经做根基础。我就个人是这样。我初学佛不是诵法华经，我初学佛是诵金刚经。金刚经，但是我从来不看金刚经的注解，我到现在还是没看半本。人家说什么某某什么姜卫农居士写的多好，我看也不过就这样而已，那就是看一看可以，那我还是没去看。我觉得不是说我懒，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觉得我对金刚经还有什么，还有很多空间可以理解，不应该现在立刻去看注解，会受影响。那法华经呢？法华经我是某一些名相，我去查查书啦或什么的，名相没有什么开不开悟问题嘛，你就是懂的就知道了。冥想，我说冥想，基本冥想，但它真正的意涵呢，我还是只是听一听，就听听就过去。我宁愿多诵，自己理解，这样比较实在一点。OK， 好，这是己二。那么己三呢，是讲什么呢？以般若毕竟空为本，更依《法华经》之思想，刮胡，比如说《鉴宝塔品》里头的思想，而提倡什么如来藏空而不空的真如实相观。以统一空有二中，还有性相二中，性讲空，那么相讲有，相中讲有，性中讲空，性中讲空啊。那么如来藏真如的如来藏呢？如来藏思想是空，毕竟空，但是它不空，不可以空来看待它。但是也不可依不空来干嘛看待它，它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所以说如来藏不可得，才名为如来藏。虽然如来藏不可得，但是如来藏真实有作用，所以一念才能够成就三千。所以说因观法界性，怎么样？一切唯心造。这个心千万不要学成《华严经》里头讲的那个什么唯识心。你那里去了啊？唯识心，他也不是讲唯识心。唯识心是一人存在的，那很容易绕什么？绕到那个你认为心能够产生万物那样。他这里讲的心呢，是非内非外非中间不可得的心，而这个心才会被讲成如来藏。那是什么作用呢？任运逍遥，心者非心。才名为心，才名真心。所以这颗心它能作用，可是它正在作用的时候不是依你作用，它是跟一切众生心在互动在作用，是这样。所以说成佛是无佛可成的，因为众生都没成佛，它是没有佛可成。那要想成佛，当下就成佛，你众生皆是佛。所以能够这样理解的话，天台家才会讲出无佛无涅槃无生无众生无佛无涅槃无生死，
他才能讲出这样子的话。因为众生都没成佛，他是没有佛可成。那要想成佛，当下就成佛，你众生皆是佛。所以能够这样理解的话，天台家才会讲出无佛无涅槃无生无众生无佛无涅槃无生死，他才能讲出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以般若毕竟空为本，那你要先建立空性。以这个空性为本的话，那么对一切世间呢，一切法非法皆不可得。能够从不可得无所得智当中，难又得一个非得之得，那是更是依《法华经》的如来藏思想。如来藏《见宝塔品》里头提到了，那个他是宜众生到他度，然后呢，那个宝塔才涌出。怪了啊！为什么把众生移到其他地区？为什么？障够重，他以自己的业障，他心不能显现看到宝塔，是这样子。那么所以说，宝塔是从内心有自然显现，所以移往他度，事实上是什么？是你那个心要经过一转移，那都是心法，那不是真正有个他度。那他度其实也是啊。就是其他国度就是唯念心，是这样。可他却能够移别人的心，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跟我的心是同一心无二心，你的如来藏跟我的如来藏同一藏无二藏，是这个观念呢。当然再讲下去就讲不下去了，因为那个是要证的。不过你就这样体会，人家那个如来藏绝对不是什么普陀伽罗那个特胜意游，或者是什么最近还有那个杂志在引述那日本人讲那个什么什么叫须弥山呢？那个什么哪一个印第安民族有个山叫须弥，那须弥音转成须弥山。哎呀，日本人呢实在是无事找事，那巴给巴欧北崩，然后说那么阿弥陀佛呢？阿弥陀是无量光啊，那你有那个美索不达米亚民族哈，他们有个族叫做太阳族，他们那个女神后面也是有毫光啊，啊，这个太阳族后面有毫光，跟阿弥陀后面有毫光是一样的。那个阿弥利达，那个他们的族的那个太阳就是那个利达。那个阿是无量的意思，所以阿弥利达是无量光哦。那这样原来呢，阿弥陀佛就是那个族人所讲的啊的什么了，加一个无字的那个什么太阳，是无量的太阳光啊。那这样我知道了啊，巴基斯坦人原来呢就是他们的宗教的原型呢就是阿弥陀佛。你看，你们要气概碰到了，乱凑的。在家自己想象，是不是啊？完全不是这样。那也有人解如来藏也是这样，他说那是什么呢？印度那个湿婆教有大梵天思想，大梵天思想呢，他们就建立一个什么藏寺。那么呢，那个人类呢害怕呢无我，所以呢在《楞伽经》上面佛陀就说：“哎，我方便说一个如来藏，
他忘记了佛陀讲如来藏是方便说，这是因为如来藏三个字叫方便，因为它是语言，它是方便，不是如来藏这个思想的内涵是方便。那一文解义，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这如来藏三个字也不可得。当然如来藏本身这三个字是方便，然后他把它讲成说建立如来藏思想是假的，唯有毕竟空才是真的，才是最高的佛法。不是这样，古来如来藏依之就根，就是以毕竟空为根本，然后才建立的。它是空而又不空，如来藏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如来藏。哪里会有个什么圣意我或者梵天我呢的转化呢？那都是想象，日本人想象的。中国的比丘自己不去研究清楚中国的佛法，然后也学日本人讲这个话，是这样来的啊。那么这个的话一再的说明，不可以这样。破了如来藏思想之后，中国的佛教剩不到三分之一啊，那是这是不对的啊。而且更何况不需要破，如来藏人思想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它是依空性建立的，依空性建立，连大智度论都提如来藏，都提如来藏啊。那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他能够随便把如来藏三个字放上去吗？啊，明明白白就写在上面。上次不是引出一段文给你们听过了吗？他就讲到这个啊。那么好。那么这样子就理解，所以说他是以这个般若毕竟空为本的思想，那么依《法华经》这样的建立一个空而不空的如来藏，这样子他就把空中跟有中两个合并。所以偶益大师啊，他提倡说，研究天台宗的人也应该研究唯识。基本上我承认，我也怎么样，我也尊重，不过我不认为一定。为什么？因为建立如来藏思想之后，它本来就具有什么性相二宗的性质，它不需要再去、说再去拿一个性中相中的东西来综合补强天台宗的思想。天台宗思想本来就具有这种内涵，所以他那个说法呢，有时候会被错导为说天台不足，还要引入别的来综合，把天台挂在过度的毕竟空这一面来谈，这是不太符合本来天台的意思。天台的意思固然讲毕竟空，可是他绝对也讲妙有，他关照到什么？他关照到华严经的了。你要知道净义的华严经呢，在智者大师引了很多的，你要知道引了很多，而他是谈藏性思想，如来藏思想的、哦、OK， 这个道理确实是深了一点。那么不过不用担心，我的教育呢是教育在未来，你们未来在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那个八四种子在你心中会产生作用，你就知道不可以再学这样子的说法，随着人家一起骂中国佛教，不可以。好，那么是这样子，这个观念我特别要提一下啊。好，这那么我要证明，我用文句来证明我写的四段。第一段更一，诸法无真三昧卷上里头讲到，他说欲作禅时应先观身本，身的本，这个身本很有意思，这个不是肉团身，这个不是肉身之本，这个不是，这个身是肉身，这个肉身的本呢，他认为是什么？是如来藏，这有道理的哦。你看释迦佛出现于世，他也 现一个肉身，对不对？他现这个肉身其实是释迦佛悲悯众生于长吉光度中怎么样以一念大悲心示现，所以他才示现投胎乃至八相成道。换句话说，他那个肉身就是以他的珍藏的如来藏思想，清净的如来藏怎么样为根本的示现出来的肉身。咱们跟佛没差没别，当然也是以如来藏为身的本，所以咱们这个肉体背后有个主人，如幻的肉体也是由背后的主人所建构起来的，是不是啊？你最后你会投胎，它会滋长，受精卵会滋长，都是那个主人在推动的。所以说，娘爹娘未生之前，你那个本来的主人翁，要找的是那个。啊、哦，那么好，那么呢，他怎么说呢？记者又说，一名自性清净心，看到没有？
就是念清净心。这念清净心，其实就是后来天台大师讲的一念三千的那个一念，是名真实心。这个当时语句比较没那么充分，他讲的真实心。好，你看，这跟楞严经的讲法一样了，对不对？楞严经是在什么时候才出现的？房玄龄才翻译进来。房玄龄是什么时代的人？唐朝谁哪个大哪一朝啊？武则天，对不对？他是武则天的谁？武则天的宰相，是不是啊？所以房玄龄才翻译，他是南北朝的人，哪里会看到楞严经？哪楞严经的话完全在这里说出来。所以说经啊，你开悟的人啊，你讲出来的法就符合佛法，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一模一样。七处真心就讲这个，对不对？完全跟楞严经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有人又说楞严经是伪经，那又是颠倒，是不是？还是颠倒啊？那么呢，好，不在中间，不断不长，亦非中道，怪了。龙树菩萨明明讲八部中道，他怎么又讲亦非中道呢？是因为中道亦是什么？亦是假名嘛，完全不可得。所以如来藏也是假名。我说如来藏即非如来藏，是名如来藏，那也是假名。所以中道也是假名，非常非断，不长不断啊。那长断之外没有个中道，就是如实相，谓之中道。那么无名无字，没有名称可提。无相貌，无自他，无自无他，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住处，无余无智，无缚无脱。哎，你看，束缚是生死，解脱是涅槃。你看，无缚无脱，这不是无生死无涅槃吗？所以生死涅槃无一二，无前后。这生死涅槃，你说它是一同一个？生死即是涅槃，也不对。那么你说这两个生死一边，涅槃一边，也不对。哎，生死怎么可能是涅槃？我明明在生死，怎么说是涅槃？可是生死当下可得涅槃，所以说生死不等同涅槃，所以无一，不是一，非一。可是呢，生死之外没有涅槃，涅槃之外无有生死，不是离生死得涅槃，就在生死的当下正得涅槃。所以又无二，所以非一非二。那么无前无后，并不是先有生死再证涅槃，涅槃就在你我生死的生命当中，就是涅槃，现前就是涅槃。没有说我把生死给证断我才得涅槃，没有，非前非后。所以如一至三点，一至三点，这样三个点，三角鼎立，无前无后，非重非横。所以从昔以来无名字，从本以来无名字。禅宗所证的也是证这个啊，悟后起修也是这样修，就要修这个无名字的东西啊。生，这就是如来藏。所以要修禅定的话，要先观这个本来没名字的那个主人翁，看样子非参禅不可，是不是这样的 ？OK。不过天台家有门可入，他让你先懂道理，然后才去参。好，根一。那么根二呢？这段文呢，我们又引一段文，他中解那个见宝塔品三变度的那个地方，他说他度变化到他度，那个他度有二，有二义，一者本度是如来藏，一切众生不能解故，贪善恶业轮回六趣。他是讲就是说，所谓的他度啊，有两个，一个是真实的有他度，就是如幻的从心中现起；另外一个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是众生的心呢、啊，就在众生身上，可是对众生来讲是他度，是其他的国度。为什么？就在眼前，不是啊，不认得啊，所以移往他度，把你众生移到其他国度去，其实不过是移到你那个如来藏性那里去。让你看到你的如来藏，这样懂了吧？所以见宝塔，你凭什么能见宝塔？回到你本来如来藏的清净心、自信清净心上去，你就能见宝塔，懂吗？是这样。他为什么众生不能解？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在众生身上。可是为什么众生不能解？因为贪图善业跟恶业，有人贪持戒，这是贪善业；
有人贪五欲就贪恶业，这两种都是贪。啊，有人贪戒定慧，这有人贪定慧，这也是贪。佛是不修戒定慧的，你要知道，佛再修戒定慧的话，他就是大贪。主你们讲的拢无效啦，你我也无多修啊。我敢不知道你无多修，你若真是安尼修，我咪惊呢。哦，不贪戒定慧，你若有一天跟我讲，主任，我因为我毕业，我家己毕业啊，是安怎？啊，我都不贪戒定慧啊，啊，我嘛不贪贪嗔痴啊，我拢自在啊。我跟你讲，我马上叫质量给你压去呀，质量甲手里给你压去神经病院去检查去。迄不是咱有才调的，不离果咱来先知呀，我们是先知道。哦，所以说你一看生活人，你就立刻比较出来，对不对？生活人战斗意志很高昂，啊，随时要怎么样？要戒定慧，戒定慧，要五分法身，五分法身，是这样。那么呢，大乘人里头呢，密宗也有一部分人能够这样，但也极大部分人密宗的极大部分人也不能这样。他还有个本尊，本尊在中国禅宗里头刚好拿来砍了烧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那哪里还可以有本尊？对不对？分身这都不行。要斩光光的，但他斩光光不是说落入恶取空，不是，他要见真性，一见真性之后哪有什么本尊不本尊，哪有什么生死涅槃，这才是大涅槃。这是后来的密宗最后的阶段，叫做什么呢？大手印大圆满，那是后来的阶段，哦，所以说是这样子。 OK， 好，那么就这些了。那么这个，所以说这样讲好了，有人就羡慕说，哎，西藏有传承，西藏的这个祖师多厉害，如何如何？咱们中国没传承，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中国不能有传承，要有传承就死人了嘛，对不对？禅，尤其是像禅宗、天台宗这个样子，他的修法里头直接就让你入空性，但还得给你传承呢，你就直接跟诸佛一起鼻孔出气了，你还传什么承？这当中每一个都跟诸佛一鼻孔出气，每个人都跟他一样，每个都一样，他不是上跟下的关系，他不是上跟下的关系，你立刻就要一开始就要跟他平起平坐，然后一直参一参，参到后来一转身一看，哈，释迦牟尼在我隔壁，好，没事。那下来下面说你也要跟我一样，你还要传承我那棒，打一棒把你给打死，还传什么承？所以这种修法怎么能够有传承？没有，那就没有啦。那不然有个禅师教我一下，他只能教你开悟，他不能传承给你什么东西，是这样。有人把那个什么六祖传衣钵这个呢比喻做传承，得了啦，那才不是这样。那传衣钵是印心的，你要搞清楚，心要你自己有，你才能跟我印。那密宗不同啊，密宗是你修不起来，我加持你，加持你，给你力量，给你力量。兄弟，恕我家，恕我情，恕我定开悟，也是安呢，求啊！在禅宗里头，决然没有这回事。你那个求，给你，今天在点，我的死，你可不可以求？求就高兴。他是这种修法，所以说不能够怨叹中国没有这种所谓的传承。那反过来，人家就一直很赞叹：哦，人家我们有传承加持力。诵起咒来都跟人家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即生成佛，我们的传承一加持之后天崩地动，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你要勇敢的说，我们就是没有，我们本来就应该没有，你这种叫法就不会没，就不会有，懂吗？那你说这样主任，那这样哪一个高？我没哪个高啊，就叫法不一样嘛。中国这种叫法怎么可能会有呢？不会有嘛，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接受，就是教法如此，而不是怨叹，啊，都心善人的。所以说啊，修行佛法胡乱的羡慕他宗他派，那都不太对。你要真的了自宗自派，然后清晰的看到他宗他派跟我们之所以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平等看待，不卑不亢，这才是将来能喝淡佛法的。不然呢？你只是什么食他人牙慧，那么放舍自家珍宝就会变这样。
我的说法有没有贬义密宗？完全没有。我说他们一定要有，他们因缘是这样修的，是不是？好，是这样。这个道理啊，也很少人讲得到，你自己要去听一听，体会体会。我不是说我讲的一定对，但是你体会体会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哦，那么好，悟要你自悟啊，你不可以一下子等待什么传承啊。在禅宗的悟法里头，天台宗也一样，天台宗基于跟禅宗讲心法的嘛，意思是一样，他也是要求这样啊。所以大家要悟得这个东西，要观身本，这就是身本。你静坐的时候是观这个，你不论是观身受心法，那就对治意，对治完了之后再观下去，他就是要观这个，观身本。所以说，若欲做禅时，应先观身本，要理解这个东西的内容的存在，要理解啊。好，这个是根一有这段文哈。那么根二刚刚讲到这个依他度的事情哈，我倒过来讲了，这个就是什么如来藏。如果这个是本来的身本，那你不入，你当然看不到宝塔。现在让你入，移到你那里去，让你入，是这样。说来说去，其实都一样。好，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要真讲的话，这个释迦佛能够有移他度，把你移到他度去啊，这就可以当作释迦佛是我们的本尊，把我们转移到我们能够看到如来藏的那个地方去，也可以这样看，懂吗？所以释迦佛是什么？是秘密主，他还是密教之主。好，这第二段文，第三段文呢？安乐行品义里头，他有这么一段文，他说：一切众生具足法身藏。什么是法身藏？与佛一无异，与佛一而无异，一样的没有异。如佛藏经中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湛然清净。众生但以乱心惑障，六情暗浊，法身不净，如镜成垢，是面相不现。面就是我们的法身障，镜子就是我们的心。那我们的业障就是呢，镜子表面的成垢，因为我们有业障障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是如来。这样懂了吧？这个比喻这样懂了吧？是不是？所以但消妄情，不求圣解，但减妄情。你把妄情消除了，你不用求圣解，你自然是圣人。这是天台家一向也是这么说啊，但尽凡情，不求圣解。你把凡情去除，你就能开悟。各位啊，努力的修吧，不要有修相啊，努力的持戒吧，不要有持相，你才能淡尽凡情。你若持戒加个持戒相，修行加个修行相啊，头上安头，永远见不到圣人面目。你是在一边擦镜子，一边丢泥巴，丢在你的心的镜子上面。好，所以呢，这个众生但以惑心乱心惑障啊，六情暗浊，法身才不现。不能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其实是无量相无量好了，唯尘相好了，啊，不过他拿这个做比喻。是故他引《法华经》，《法华经》什么？法师品，引《法华经》法师品说：是故《法华经》云：法师父母所生清净常而亦无事，就是说他能够看到什么？他能够看到六道众生，用六道，用你的父母所生的眼睛啊，能够看到六道众生，他能得神通眼啊，这又不是神通，怪了，他自然能看到。为什么？心净，这叫六根清净位，能够这样，能够看到一切众生在你心胸臆当中，那个宇宙太阳系整个宇宙在你胸中，你低头就看得到，正得法身是这样正啊，整个宇宙就在你心中。好，那么法师《法华经》这么说，到底《法华经》上法师品是怎么说？我下面一个刮胡哈，引了法师品。法师品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只要读诵就可以哦。你看好厉害哦，就能证得超过神通的神通，清净六根清净位啊。怎么讲呢？若读若诵，世人当得八
百眼功德，以是功德庄严六根皆令清净，是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净肉眼，见于三千大千世界内外所有山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有顶，亦见其中一切众生，其更重要的是其业因缘果报深处，然后呢，悉见悉知啊，好厉害！这不用修禅定，他就这是六根清净而已。这是不是能够顿悟成佛？这种是非禅定得的，你心静了就得，心静就得。一般发神通，那还要用力去住神通。所以阿罗汉呢，你要问阿罗汉什么过去未来的事情啊？他要入定，然后才能看到你过去未来的相，还不能看业报因缘果，因缘果报还看不到，他看不到。所以阿罗汉有时而穷，他的能耐很小。佛没有界定慧，自然清净，所以他能够成就这样子六根清净。他能看无量无边，还不是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众生啊，无量劫以来他们的业报因缘果及深处等等。所以我上次不是比喻说，佛陀能够知道百千万亿劫之后某一天下午的某一场雨，雨滴当中的某一只微生物跟某一个他的什么业报因缘，就是意思，就是意思。现在懂了吗？现在懂不懂？木头人，那好，不管了。那么你了解这样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他怎么样，他特别的依的法华经来建立这种所谓的这种什么呢，这种法身观呢，法身观。好，那么下面又云哈，下面又云这段呢，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我们下一堂课再讲那个又云啊什么的啊，这个也是从这个安乐行品义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提到如来藏，这样在证明说其实慧思大师呢是怎么样，是讲说如来藏思想啊。好啊，没有问题，我们现在下课啊。向下文长赋予来日，我们先回向。八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三皈依，自皈依佛，自皈依佛；当愿众生，当愿众生；理解大道，理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总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是众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我们现在求往生。南无阿弥陀佛。有没有求往生呢？南无阿弥陀佛。有没有痛念生死发菩提心呢？